好，遥远的远。要稍微一点点的抬头，降低，然后后段的比较胖，再抬起来一点点，遥远的远，好，再来有人，人稍微就斜度就比较斜了，比之比人都要斜，对不对？那它的笔画呢，比较少，好像蛮适合我们学的。然后接的地方不要接在中间啊，不是偏上的偏下，位卑有时候或者是写偏低一点，距离这个撇比较近的，但欧阳询都接的比较高，接头部脖子这个位置啊，所以拉笔起来之后，离开了纸张，离开了空中，要转一个圆形的弧形，再从这里进入，啊，再往下拉重一点，然后再拉起来，这样人。我们再来看啊，然后再来是属于交错的笔啊，类似于文章的文啊，它要比这个要那稍微更斜、更高一点啊，笔画越少，对你们的影响会比较小，就可以专注于在练它的笔画。这个撇呢，一定不能够太长，也不能够太重，因为它是附属的啊，最要紧的是要成全。成全谁啊？成全捺笔，要成全捺笔。然后再来是，我们来选一个啊、哦，细一点，东，东可以啊、哦。东是我一直蛮喜欢的一个字。它比较细比较小啊，跟他们来比啊，配件来讲它的是最轻盈的。然后它的左右这个口字啊，以上半段比较胖比较宽，底下比较小，然后形成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弧线的一个梯形啊，这个也蛮特殊的。中间提细，后面再重一点点。也千万不要加强，这个捺笔也不要太重，差不多就这样。